粉丝宝宝们，接下来是高能狙击画面，你们可要看好了。天才神枪手落地就是钢，嗨，我是米妮。接到粉丝宝宝提出的第40个任务，今天我们来个特别的玩法，挑战用双 AWM 打仓库竞技，而且战损至少要到4以上。当然米妮我也不会去打低端局，这一次素材的录取是一把中高端局，对面匹配到了三个70级的大佬。哎呀，米妮还是第一次同时遇到三个70级以上的大佬，这次挑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不可预测的危机。如果米妮可以挑战成功的话，记得要给米妮点赞关注支持一下哦。本次点赞评论我的粉丝宝宝们也将有几率免费获得小黄鸭皮肤哦。好了，比赛正式开始。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，必须掌握快速找到合适狙击点位的技能。看我轻松拿下首杀， First blood. 左边再拿一杀，哇哦，岂止是六，简直是六的嗷嗷叫。看看他的队友躲在哪了，原来还在掩体里，在被敌人发现的情况下对枪会很吃亏，还是及时切换狙击点位吧。再看看首杀的地方有没有人经过，可惜了，没有人，啥也不是，啥也没有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战斗，轻松拿下三杀。听脚步声，有人来了，一个瞬狙，四分到手。哎，这人居然在后面偷袭我，给我记住！两秒之后又是一条好汉，冲呀冲呀冲呀！这边有人，反身一发瞬狙拿下五杀。粉丝宝宝们，我这个回头瞬狙帅吗？好，又是一个偷袭的，我高兴的太早了。现在战损才 2.5， 距离4还有一段距离。米妮不发威，当我是冰猫吗？仓库竞技一条街，打听打听谁是爹。粉丝宝宝们，接下来是高能狙击画面，你们可要看好了。顺利完成挑战，最后战损是 4.4， 达到了粉丝要求，并且顺利拿下本场最佳 MVP 的称号。喜欢米妮视频的记得点赞关注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下达任务，拜拜。